大家晚安，我是吴姐，欢迎大家收看房导单元姐看一下。在影片开始前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房导影片的说明栏呢一定要记得看哦，因为导主的梦境门牌号跟他分享的我的设计我都放在那里了。还有本来这个单元呢是每周四更新的，会从这一集开始改为每周五更新哦，记得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哦。那今天要去拜访的导主叫做 Kiki， 自称呢是一位爱吃爱旅游爱动物的人哦。他喜欢慢步调的生活，是因为知道这款游戏可以布置又有很多可爱小动物，所以开始入坑的。岛上布置的主题是想营造出悠闲的小镇风格，那他喜欢的居民有张丽娜、史培雅以及仙仙。在出发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他岛上的地形哦。那我们就出发来参观他的岛吧。哇，从飞机上就马上看到下面有马路哦，看来是很城市哦。这边很整齐的果树，哇，三丽鸥哎，那是抱枕吗？嗨 ，Kiki 你好，他已经准备好两份礼物了。那我今天呢也是带那个手游联动的露营车，今天再请多指教啦。那接下来呢就要麻烦 Kiki 来带我逛他的岛，再麻烦你了，捡个礼物。哦，马上这边就有一个景点哦，那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游戏区。小时候在路边看到这种大型机台都会很开心哦。入岛小游戏区，再往上走，上面就是广场了。那这边呢有一个小小的休息区哦，放了一些乐器，还有电视麦克风。麦克风应该是放在这里给岛民唱歌的。岛民悠闲区。我自己很容易被那个电视有时候传出来的音效吓到，我都会想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件，还是有什么虫出来了，结果只是电视在叫而已。那它上面呢，这边哦，它的两间商店都坐在上面了。那这边呢是裁缝店，外面放了一些裁缝的器具哦。那两套工作围裙放在外面也非常的搭哦。商店街这边看起来景色也不错，可以坐在这里喝咖啡。那你们看，他把礼帽商店放在后面，然后服饰店在前面哦。像这样子呢，我们拍照起来，他们就会全部入境了。如果是商店在前面，服饰店在后面的话，服饰店可能就会被挡住了，它体积比较小一点。那如果大家呢跟他一样，就是想把商店盖在一起的话，那这一个部分呢可能要注意一下哦。这里看起来摆了一些摊子，我看是没有路可以再过去了。好，那我往回走，下来到这边就是马路啦。那他也是有在做水沟盖哦，跟我的一样，只是我的款式是比较乡下的。仔细看呢，它的柏油路上面是有一点点花纹的、哦、跟它的水沟盖是很搭的，就真的有小镇感。那这边又是篮球场，我们连续四座岛都有篮球场哦。欸，不过它旁边有放这个轮胎，我觉得可爱度有上升。比较可爱的篮球场、欸、等一下我被推出来了。那这边呢看起来是音乐室哦，放了很多乐器在这里，正在播放动物城镇。但我觉得放乐器的地方如果太挤的话，动物们都不会过来玩哦。所以呢，我有为了这一点
我自己岛上也做了一些改动，就是放乐器的地方就让它宽敞一点。再来这边呢是沙滩，那它这边放了一些婚礼的家具哦。婚礼签到处，不要叫我包红包哦。里面看起来呢放了一些比较贵的乐器哦。这边也有管风琴，那旁边呢这边就是婚礼的餐桌。好像蛮多人都喜欢把婚礼的家具放在沙滩上，就是大家都很期待有一个海边的婚礼哦。那旁边呢这边就是哦，新郎新娘都在这里哦，旁边两个贝壳灯放在这里也是非常的搭哦。哦，他在这里放这个很像玻璃的地板哦，很酷哎，刚好在水面上。哦，这边进来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窄巷哦，这边也是要做那种日式商店街的感觉吗？日式老街。等一下，我看到那边有星巴克的，这是星巴克的 logo 吧？路边摊式的星巴克。比起日式老街，我觉得这里更像台湾会有的那种手作市集的感觉哦。可能是它的街道看起来就是比较干净一点了。老街的话就会有一种脏乱感。那这边呢应该就是露营地了，还放了一个攀岩墙，想要累死露营客。上面还放一个新月椅哦。这边晚上应该会很漂亮哦。我很爱在人家讲话的时候按下快门。到底是再补一张。这边旁边上来呢有一个，这算小花园吗？还是小公园？有花，然后还有一些玩具。岛民休息区，原来是休息区。它旁边的那些红蓝金玫瑰应该是从玫瑰培养地狱中留下来的吧。好，它这边桥上也放了一个这个玻璃哦，很酷耶这个。这边往前走看起来像是一个神社，有石灯笼石拱门，结果是三温暖，我猜错了。我要再拍个照，长这样你跟我说是三温暖。好，那我们进去看一下。哦，哎，史培亚，史培亚在洗三温暖了。哦，之前住在其他岛，所以他是从朋友那边把史培亚给接过来的咯。这边就很日式，就是竹子风的家具哦，然后再种一些竹子，然后用日式围墙。那下面哇，对，还有这个七夕竹，还有那些和服啊跟和风纹路的摊位哦。我也不晓得为什么竹子的东西这样凑起来就是和风。这里晚上比较冷，是西洋那边没有在产竹子吗？西洋就跟竹子真的是联想不起来。如果知道竹子是不是只有东方这边有在产的人，请留言告诉我。这边有个太空人哦，然后就放一个望远镜专门看他的吗？这样感觉比较像是要打靶哦。把望远镜想象成是那个夜视的枪。哦，他这里又放了这个玻璃的地板。这里是怎样？哦，看起来上面是餐厅是不是？所以哦，要等待位。对，这里看起来就是很像等候区哦。好，轮到我们了，被带位上来。这种老沙发配上这种附桌巾的桌子哦，看起来就还蛮像高级餐厅的感觉哦。那这边呢是吧台，也有吧台区哦。那这里可以点歌，还有一些玩乐的地方。无边际泳池区，哇哦，无边际泳池区，哇，这景点很棒哎。
高级会员才能来。那我就是高级会员了，我今天进来了。这边应该晚上就是看星星啊，或者是烟火大会啊，在这种地方超漂亮的啊，在这边看烟火。吃完饭下来走这一条小路，它上面铺一些石头跟绿色落叶，林间小径的感觉。原来这边是通往狐狸的船，狐狸真的是害大家都要多做一条路给他，狐狸还不来。的确这是很多玩家的心声啊。再来这边呢，哦，看起来是另外一间餐厅哦。不愧是字界上面有写说喜欢吃的人哦，岛上做了两间餐厅。这边看起来是卖披萨的，是不是最爱的意式料理？嗯，看来是。旁边哇，星巴克，又有星巴克。星巴克这一间看起来就是门市了，不像刚才只是一个路边摊。嗯，好，大家都在星巴克里面用笔电呢，这很星巴克，可以。用餐区少了一点就是了，只有两桌，很容易客满，这也很星巴克，可以。先拿简介，接下来要去哪还要先拿简介。石灯笼，然后这边有恐龙，看来是博物馆周边的设计哦。像这个三角龙，对它的头按下去它会动，还有下面的暴龙也是哦。我来按一下，暴龙后面有一坨粪化石，是怎么一回事？像这样按一下暴龙的头也会动。写生区这边的布置很对称哦，除了画以外，来拍个照。博物馆出来后，下面这边有一个公园哦，小公园。它这个公园跟别人的不太一样，因为它是用砖块地的，好像大部分的人都喜欢用沙子或者是草地的，用砖块地的公园好像比较少见，看起来就比较城市风一点的公园。那这边呢，它有一个不一样的地砖哦，它还有画那个黄线，很酷耶，这地砖。再往上面这边走，它这里有一个园艺店，种黑玫瑰跟紫色的风信子，差一点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上面这边呢有一些图书室，哎，它后面这边还有一个路，这边看起来是钓虾场，跟我家的还蛮类似的。它这边有一个楼梯可以走上去，楼梯盖这样也是很少见哦。迷你钓鱼区，所以走上去从上面也可以钓鱼吧。哦，上面的空间只有这样子。哦，我看到旁边有铁路哦。好，这边就是刚才的铁路啦。那它这边看起来是做了一个火车站哦，以白色的家具为基调，然后布置这一个地方哦。这边看起来是通往哪里呢？最爱的火车站，看得出来它在这里下了不少苦心哦。透一货柜的大小真的很适合当火车哦。那刚好就是跟我们玩家铺在地板上铁轨大小是很搭的。嗯，我刚刚在这边拍了大概十几张照片有，觉得很漂亮，算是一个好看的打卡景点。旁边这边有一个小小的休息区哦，但是在海边吹电风扇，海风加倍，户外休息区。原来这边有通道可以通到这边来，
我刚好像又看到 Hello Kitty 的抱枕。从他摆放的家具呢，我觉得我看得出来，他应该是没有进行那个时间旅行哦，应该都是正常的时间，然后来凑齐这些家具的。一个人的钓鱼时光，刚才有钓虾场，那这边是海钓场。粉红色大象，保罗。那我们再继续往这边，这里有一个灯塔，跟他衣服颜色很搭的灯塔，这个灯塔还蛮好看的，蓝白色的。又一个网美打卡景点，来拍个照。大家会不会觉得这种侧面拍起来的照片都还蛮好看的？在刚才再往下走一点点的海滩这边，又可以看到刚才的灯塔。对，这边拍过去还可以看到灯塔。这边又更好看了，我觉得。IG 网美打卡景点，我很喜欢它这边就是沙滩上面铺的石头路哦，很有 feel。那这边是他的工作室，放了一些材料跟工作台，他都直接把这些材料就是当成装饰放在桌子上了。这边是他的矿场，矿场用这样子很好看耶，大家觉得呢？我觉得超好看的，方便采集又美观哦，好难的矿场，看得出来哦。这的确要做成这样也是不容易啊，但很好看，我觉得这值得。这里就是刚才在飞机上面看到的三丽鸥的角色们，酷企鹅，超可爱的酷企鹅，但是好像现在的小朋友都不认识酷企鹅是谁了。居民区，我来看一下他岛上有谁哦。史培雅，他有说他喜欢史培雅，然后仙仙，哇，理查超可爱，小雪，伊比利也很可爱，也是一堆可爱的岛民哦。哦，等一下，下面这一个，这是张丽娜对吧？奇儿棒棒，自吹自擂。换个正面让大家看一下，他有说他喜欢这个张丽娜，给大家认识一下。虽然章鱼岛民大家应该都认识了，这边是他的海滩区，他直接把那个海草拿来当装饰，这边也有一坨。好了，这蛮真实的，的确有时候沙滩就会有一些这种海带被冲上了，这边他也有放一个。这边他是用一个日式风格的摆设，来这边拍个照，这边拍起来也蛮好看的啊。他的木头色跟他的竹子色呢有统一哦，色调相近的东西摆在一起就是好看。那再继续往上走，这里是什么？哇，这里是墓地，放了几座坟，然后他这边中间他放一个黑黑的东西，这是什么？哦，透椅镜子，透椅的镜子，让我想到又有白书的暗黑镜哦。那再往里面走，这边应该是最后了，这边看起来是高科技产品区哦。应该都是摸妹妹摸来的。那这里面呢放了一个歌集啦。好，最后一个行程就是我们要去拜访他的家啦。那他外面这边就是他的庭院了，看来也是走日式风的私人泡汤区，是私人的岛民代表专用啊。哇，不愧是岛民代表，自己家的庭院特别的大，超大的啊，这根本豪宅的这个豪宅等级哦。好，进去看一下。好，一进来这个大厅，哇，
它有用这些简单壁板来做隔间哦，用隔间隔开来之后，看起来房间就变大了，有营造出那个空间感哦。像你们看这里，这么小一块，然后它塞这么多东西在这边，但是不会让人家觉得很乱很挤哦。这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觉得摆设的很好。音乐教室和裁缝室，看来他很怕冷哦，都有放那个暖桌跟暖炉。我来当一下那种 RPG 勇者，偷翻一下人家柜子里，里面有叫做日常风的搭配，勇者无界获得的装备。这里是健身房，然后哦，有啊，他那个脚踏车器前面有放电视哦，因为平常在做那个真的没有电视看，超无聊的、哦。他有考虑到这一点，这个跑步机前面也可以放一台的。这里是厕所跟浴室哦，看起来也是用白色家具为主来去布置的，包括墙壁啊，这个墙壁真的很像浴室的墙哦。然后旁边放洗衣机，然后这个藤编的衣柜，难得一个的人鱼家具。它果然是没有调时间的，没有调时间可以把整个岛布置成这样，真的是蛮厉害的、哦、可以给一些新入坑的玩家当做参考、哦、好，再来是二楼，二楼这边应该就是卧房了。我角落有一些猫跳台、宠物用品，这里也有一个人鱼的家具，所以刚才那不是唯一嘛，被骗了，对观众发脾气哦。这个猫跳台，然后宠物床跟猫砂，它这边有放那些宠物套子，走日常风的一间房间哦。最后是地下室，哇，呵呵，这是厨房吧？厨房跟餐厅，不愧是喜欢吃的女生哦，呵呵，理想中的餐厅，这看起来是，花了最多时间做的一间房吧？我猜，呵呵，到哪都可以吃东西哦。好啦，那最后呢，我要来拍一下它的岛旗哦。他岛旗呢是个 Hello Kitty 的头，刚好薛格也在广场，薛格也很可爱。可是会被树挡到，这个角度应该可以吧？好啦，那这就是呢我们今天的防岛行程啦。那我们把画面切回摄影棚哦。今天的影片大家觉得怎么样啊？我自己呢超喜欢那个超级无敌海景餐厅的、哦、那个环境呢、啊、不管是看星星还是看烟火都超赞的。另外投稿真件的部分呢目前已经先暂停了、哦、因为稿件太多了，而且我其实很想每一个人的岛都介绍，但真的太多了，所以我会再从各位投稿的照片与你们提供的梦境门牌中好好的挑选出跟前几集风格比较不一样的岛屿来介绍。那我先预告一下，下一次要拜访的呢是小朋友的岛屿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见哦，拜拜。